OK，来，所以请你们打开你们的那个 camera，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会 continue 上一次停留下来的部分啊。OK，所以这个上一次停留下来的部分呢，就是我有停在那个 air pollution 那一边呐、啊，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是会比较 model 带过就可以了，呀、yeah，所以我也不会深入的去解释啦，呀、yeah，因为毕竟这一些。都是 more 读 common sense 的，OK，所以呢，我再 recap 一下，就是上一次停留下来的部分哦，呀、yeah，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就是会有提到，就是有关于一些些导致或者是会 threaten 我们的 environment 的因素啦，所以就是会有 greenhouse effects、global warming 呀、yeah，甚至是 deforestation 呀、yeah。所以还有呢，就是那一个eutrophication，所以 eutrophication 这一个部分，它是会比较多一点的那个理论在里面啊，呀，所以 eutrophication 呢，它就是会牵扯到跟 BOD（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呀，所以呢，这里的话呢，BOD 它其实指的就是如果你的 BOD 的 level 很高，means that 你的 water source 的 quality 就是很低咯。呀，因为 BOD 就是氧气的需求嘛。呀，如果你氧气的需求很高的话，means that 在那个水里面，你看上去它是清澈，可是呢，里面就是会有一大堆的细菌在里面。呀，所以 means that 就是你的水质哦是很低的。呀，如果你的 BOD 很高，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这个 eutrophication 它主要的因素的来源呢，就是我们。提供了太多的养分进去一个水源里面了，这样这一些养分呢，指的就是那一些 nitrogen 啊 nitrate 或者是 phosphate 的这一些 waste 啦，比方说来自于肥料或者是工厂排放出来的，然后或者是动物的粪便等等，这一些呢都是很有可能会流到去我们所就是我们的那个水源，比如讲河流啊，或者是油啦啊，或者是湖啦。哎，所以因为有这一些养分的累积嘛，所以呢，它就是会导致 algae 的滋生哦，呀，所以它就是会导致 rapid growth of algae，所以这个现象我们是叫做 algae bloom。所以一旦有 algae bloom 的话，这些 algae 它就是会 block 着那一些阳光，呀，所以它会 block 掉了那一些阳光过后呢，里面。哦，水生的植物 aquatic plant 它就是会死，因为它接收不到阳光。所以一旦 aquatic plants 会死的话，它就是会影响接下来的 consumer，呀，primary consumer 也会死哦，secondary consumer 也会死哦，所以一直零零零零零倒下去。然后只不过呢，algae 它最终也是会死的，所以死了过后呢，它就是会引来这一些 decomposer，呀。就是 aerobic bacteria，所以它会 decompose 完这一些生物的尸体哦，跟它的 carcass 它的残骸呀，所以呢，这一些 aerobic bacteria 啊，这些 decompose 啊，它也是会用掉这些氧气嘛，所以呢，aerobic bacteria 越多的话，它就是会 further increase 这一个 BOD level 呀，所以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啊，这个不是 biological 啊，biochemical 啊，sorry。呀，这个我没有看到。呀，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呀，所以 BOD 增加的话，你的水质就是会降低咯。所以它用完了，或者是用了一大堆的氧气过后，最终它就是会剩下 anaerobic bacteria，呀，因为 anaerobic bacteria 是不需要氧气哦，它就可以活了。呀，因为它们是 anaerobic respiration 了，所以才叫做 anaerobic bacteria 啦。呀，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个 eutrophication 的一个大概的过程哦。呀，只不过这一个是上一次提到了啦。当然，我也有提到有关于这些 experiment。呀，这些 experiment 呢，它主角我们就是用 methylene blue，蓝色代表着有氧气，没有颜色的话呢，就是氧气减少了。呀，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啦。所以越颜色越浅的话呢，就是代表它的水质就是不好咯。呀，因为里面你看起来好像很清澈。可是呢，里面就是会有一大堆的细菌在里面，呀，所以 means that 它的 quality 不好啦。OK，所以呢，这一个实验其实是也是很重要啊，所以因为它有标明 experiment，所以你们是要去读的，呀，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哦，当然上一次呢，我也是会有讲到有关于 air pollutions，呀，所以你讲空气污染的话，
确实是有一大堆例子可以给你讲啦，呀，所以 air pollution 就比方说那个汽车排放出来的那一些黑烟，哦，工厂排放出来的废气，甚至是 open burning 这一些都可以产生出导致我们空气污染的这一些种种的因素，呀，哦，所以除了这一些以外呢，你的空气污染了吗？所以，比方说工厂排放出来的 carbon monoxide、nitrogen oxide 跟 sulfur dioxide，一旦它 dissolve 进去我们 atmospheric 里面的 water vapor 的话呢，它就是会形成这一个 acid rain 哦，它就是会有酸雨咯。所以呢，酸雨呢也是一个灾难性的东西的，因为酸雨它就是会导致很多东西发生呀，soil to become infertile，因为有些植物它是很挑剔的。它不喜欢住在酸性的土壤，一旦那个土壤变酸的话，它就是会死。呀，它也会 destroy 掉这些 leaf tissues 啊，damage 那些 roots 啊，哦，等等之类啦。我们人类也会遭殃啊，因为皮肤也会变得敏感了。呀，然后它也是会 increase water acidity 咯。哦，如果你的河流啊、湖啊那些啊 acidity 变高的话，啊变低的话呢，啊不是，就是它的 pH 变低的话呢。啊，它也是会杀死一些的生物，因为有些生物不适合住在酸性的环境的。OK，哦，所以等等啊，种种之类啊，所以哎，eventually 它就是会怎样讲呢？就是会 threaten 我们的 environment 哦。OK，所以除了这一些以外呢，上一次也是会有提到有关于 thermal pollution 啊，就是这一些工厂排放出来的那一些热水，它就是会怎样讲呢？就是会导致。哦，一些生物也是会死亡了，因为它们不适合居住在高温度的地方，啊，因为有些工厂呢，它发电机那边，它就是需要到这些 water 来 cool down 它们的，所以呢，这些 water cool down 了过后，这些水它就是会变成热水嘛，所以它们没有办法，它们就是会排放去河流那一边哦，所以就会造成 thermal pollution 啊，OK，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都是拎来拎去的。OK，所以呢，当然今天呢，我就是要进入下一个部分，就是这一个 noise pollution 啊。所以大家也懂，其实声音也是算是一种的 pollution 呀。所以声音太吵的话，也是一种的 pollution 啊，对吧？所以比方说，声音来自于哪里呢？汽车咯，胡乱在那边 horn，在那边 horn，呀，你 horn，我也 horn，他也 horn，所以 horn 到来其实就是一个 noise pollution，或者是呢那些工厂也是一样，建筑。那一些也是一样哦，比如讲那个 construction，它一直要打那个地洞嘛，所以它一直不停的一直打哦，所以呢就是会吵了其他人呐、啊，所以呢这一些也是一种的 noise pollution 哦，OK 哦，当然 agricultural 啊，industrial 啊，总之它有发出一个很吵、很刺耳的声音的话，这一些都是 noise pollution 来的，OK 哦，然后呢，当然你们也可以去 report 的啦，你也可以去报警啊。那你可以去报警了，那所以这一些都是有 law 的啊，诶，因为你可以看到在那个 bio exploration 那一边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WHO 那个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呢，其实它就是会 estimate 啊1.1 billions of youth and teenager，他们是会 at risk，啊 at risk of hearing loss due to personal audio devices，什么意思呢？有些年轻人哦，就比方说你们这样的岁数啦。听歌的时候很喜欢，就是开到那个 volume 最 max 哦，所以就是很刺激。可是呢，你就是没有想象到，没有想到，其实你声音开的话，可能它就是会震破你的耳膜，也说不定，所以可能会导致你耳聋，对吧？所以这一些其实都是会拎下去的。然后再加上呢，其实 noise pollution 也会导致一些人压力一大堆，呀，压力的话就是会拎到 cancer。或者甚至是呢，你也可以看到会有 high blood pressure、depression 跟 headache 哦，呀，所以这些都是，诶，它的后果啦，呀，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是一种的 pollution 哦。除此之外呢，当然 population growth 也是一种的，怎样讲 pollution 啊，呀，不是 pollution 啊，就是也是会 threatens 我们的 environment 哦。呀，也是会 threaten 我们 environment。怎样讲呢？因为我们人类的 population 太多了，OK，population 太多了，所以人越多的话，你需求量也会越高。所以呢，它就是会导致一些potential 的 problem 啊，比如说
deforestation 哦，砍伐树木，因为一大堆人嘛，所以很多人需要制造，就是需要地方来住嘛，所以他们就是会砍伐树木，然后呢，家私的需求也是会提高了，所以又在砍伐树木咯。啊、好，然后呢，纸张的需求也是越变多了，所以也是一样砍伐树木咯。Okay? 所以种种的因素都是会 threaten 我们的 environment 的，然后再加上 loss of biodiversity、哦、就是需求量更多嘛，所以人类就是会捕杀更多的动物咯。然后呢 global warming 一大堆，你有车我也要有车，他有摩托我也要摩托、okay? 所以呢，这一些的话就是你有我有他有，所以呢一起加出去的话，当然它就是会排放一大堆的二氧化碳、啊、所以 eventually 会 link to global warming、哦、所以等等啊种种啊，如果呢你讲人类越多的话，这些 diseases 也会 pop 出来咯、啊哦、越多人，所以呢你的那个 disease 也是 会越来越多啦、okay? 所以当然 demands 啊，刚才我就有讲咯， on water and sources 会更加多咯，如果你没有 manage 到很好的话呢，这一些环境就是会被污染了。Okay, 当然这些 sewage contaminates 那个 land areas 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会用 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来 overcome 这些 problem 啊，就像跟我们那个 indoor water 咯，为什么 indoor water 要每一年定期来我们家几次，就是要抽我们那个粪池，就是因为我们的粪池其实就有限的、啊、它不是无限哦，它是有限啊，它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tank，可是 eventually 是会满的，所以呢 indoor water 它就是要定期来抽，如果满的话，它突然间你的那个 tank 它爆了一粒洞出来的话呢，你的那些里面的粪池的东西就是会流进去土壤里面，所以呢那个就是会一大堆问题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呢，他们就是要有这个 indoor water 啦，所以你不要以为 indoor water、啊、就只是在那边就是搞笑啊还是飞啦、啊、其实不是哦，他们是很重要的。嘿哦、因为他们存在就是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些我们排泄出来的东西、yeah? 然后过后再把它转换 filter 了，才会变成干净的水源、okay? 哦、所以种种、啊、就是它也是有他们自己的作用的、okay?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些都是会 threaten 我们的 environment、哦、就是有五个啦，在你们课本里面他给你们五个吧，就是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warmingDeforestation 还有什么 Eutrophication、哦、还有 Air pollution 那一些 pollution、啊、然后 last but not least 就是我们人类自己了 Human population growth explosion 抽了粪拿去那里、哦、他们可能就是会 filter 过咯、哦、可能或者是有时候他们会用来进行 biomass、啊、来 convert 变成 energy sources、啊、yeah, 就是看他们自己的处理啦，这些其实我也不懂，我也是不太清楚他们的方针啊，哦，毕竟我也没有在那边做过，也没有在那边做过工，对吧？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来处理的。OK， 有很多啦，各式各样啦，可能 biomass 啊 fertilizer 也说不定。OK， 啊，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咯。哦，所以呢，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当然，你的那个 formative practice 也是一样啊，就是需要你们自己去读咯。呀，这里呢，我已经是把他的答案全部写在这里里面了，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读啦。所以这一些都是他的回答技巧啦。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接下去就是 10.2， 就是 preservation, conservation 跟 restoration of ecosystem。所以一般上呢，我们都是会听到 conserve and preserve 的，只是 conserve and preserve 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谈到 preservation 的话，我们就是要 make sure 它一直保持同样的形态、啊、你可以看到 efforts made to protect the components of an ecosystem so it will remain in its natural condition， 就是说我们 protect 它咯，我们不加什么东西，我们就是 make sure 它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这个就是叫做 preserve、yeah, preservation。 所以 one of the ways toward preserving an ecosystem is by gazetting forests as reserve areas， 所以呢我们就是会做它们为一个保留地、yeah, 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碰它、yeah, 就像跟在 那里啊
Rawang 那一边的，我一时忘记了那个是叫什么名啊，给人家 jogging 啊，那个我忘记了、啊，一时之间忘记了，想不起它的名字。所以呢，我们在那边呢，其实就是会有保留地了。哎、okay? ，好，他不会做很多东西在那边，他就是 make sure 他的森林，他的那个地方都是保持一样。哦，他也不会让人别人进来砍伐树木啊，破坏那一边，不会，他就是围起来的。哦，就是不要给人家乱乱去碰它，啊，他就要 make sure 它 remain in its natural condition 哦。Okay， 所以呢，这些 reserve forests are protected from any development activities。所以呢，发展公司是不可以碰那个地的。如果他们一碰的话呢，其实他们是会被这些法律对待的，啊。然后呢， 90% in the upper parts of Burlam Forest Reserve is still unexplored。And has yet to become research sites 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只是一些些给大家的一个资料而已咯。哦，所以呢，这里呢主要的就是告诉大家 preservation 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啦 ，OK 吗？哦，所以这个它主要的就是要让它 remain 在一个 natural condition， 呀、yeah, ，它就是要 make sure 它就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咯。Okay， 好，除了这一些以外呢，当然我们还有 conserve 啦，对啊，我们还有 conserve 咯，就是说我们要 preserve 了吗？另外一个 conserve 的话呢，我们就是要 restore 它，对啊，就是已经是失去了，对啊，已经坏了，可是呢，我们要 restore 它， okay， 我们要尽量 restore 它咯。所以呢， efforts to restor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such as water, forest, energy,air, mineral, among others, so they will continue to exist. Okay, 所以呢，已经是坏了嘛，所以我们要尽量 restore 它，尽量解救它们啊。其实 conservation 跟那个另外一个 part restoration， 它们其实就是会有 link 来 link 去的。好，或者是呢，你可以看到它有几个例子咯。In order to save the components of an endangered ecosystem， 比方说有一些濒临绝种的生物。他们会特地照顾他们、啊、就是不要让他们绝种、啊、比方说 tapir 啊， yeah， 或者是 Sumatran 的那些老虎啊等等之类，这些其实都是要濒临绝种、啊、熊猫、海龟等等，所以呢，他们就是要 conserve 这些 species， yeah， 所以他就是要 restore 啊，不要让他们消失掉了，对吧？哦，所以就类似这样啊。然后 preserve 就是 make sure 它还是保持一样的东西一样的状态， conserve 的话呢就是要解救它。 OK， 其实 conserve 跟另外一个 restoration 它是有一点点一样的啦，可是呢在接下来另外一个 slide 呢就是给大家一些些 strategies 哦、yeah， 所以呢其实 conservation 呢它就是会有 in situ 跟 ex situ 的。 in situ 就是在里面，ex situ 就是在外面的意思， in situ 呢就是在他们原本的栖息地， OK， 原本的栖息地，它就跟刚才之前的 preservation 不太一样， OK， preservation 呢我们就只是 make sure 它要有，我们就是区分那一块地咯，它就是要保持同样的状况、yeah？ 可是呢如果你讲 conservation 的话呢，比如讲 in situ 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会在里面加东西的，Okay， 只是呢我们就是确保比如讲 in situ 它就是在 original habitat 啊，当然也是会有人类进去咯，比如放做一些些的 natural park 或者是 marine park 啊，对吧、哦、就是会有人类进去里面照顾他们，这一个就是 conservation。 preservation 的话我们是不会继续进去照顾它的，就是我们放任他们，可是呢我们会区分这一块地，你不可以碰它就对了，对吧？那一些动物他们也是自由自在生活在里面，只是呢我们是不会去碰它， OK。 然后如果你讲 conservation 的话呢，这一些都是会人类会进去咯，可是呢他们也是一样会让这些动物自由自在生活啦，只是呢人类就是会介入啦， yeah， 因为它就是要 conserve 它，它就是要 restore 它了、yeah， 因为这一些 wildlife 有些可能就是濒临绝种啦，所以我们就是要顾它咯， OK。 ex situ 的话呢就是 outsideof their original habitat， yeah， outsid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在他们原，就是不在他们原本的栖息地哦，就是说我们自己另外提供他们一个环境来居住下来，就比方说动物园或者是 botanical parks，
Yeah, 就是在这个 KL 的 Perdana Botanical Garden 哦，它其实算得上是一种的 Botanical Park 啊，OK 吗？所以这一些其实都是他们的 strategies 啊。上面的这个 Dun Sakaran Marine Park 呢，其实是在 Sabah 那一边的，呀，它是属于 In Situ 的咯，呀，因为他们的自然环境就是可以让他们建立这一个 In Situ 的 strategy 啦，呀，因为他们的自然环境的缘故啦。 哦，是很合适让他建立这一个 conservation 的部分哦，对吧？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啊。哎，所以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restoration 哦 ，restoration 哦。所以比方说 restoration 呢，我们可以讲就是刚才我就有讲嘛，这个 ecosystem restoration 其实就是会跟 conservation 有一点点 link 在一起。可是，一般上如果你讲 conservation 的话， 我们就是会提到 in situ 跟 ex situ 啦。然后如果你讲 restoration 的话呢，其中一个例子我们就是讲 replanting 咯，就是说你砍伐好树木，我们再种过多一次咯。所以这个就是 restore，对吧？哦，或者是呢，这里的话就是有给大家就是给你们一些些 information 啦，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 ecosia？啊，因为毕竟我们有那些 browser 啊，那些 search engine 啊，比如讲 Google、 Yahoo、 百度等等。 哦，其实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ecosia 呀。 ecosia 其实它的主要方针呢，就是它的 你 serve 越多的话，哦，就是在他们的网站那边，就是预览越多次的话呢，其实他们就是会 depends on 你预览的次数来 replant 这一些树木。呀，他们 strategy 方针是这样的。啊，你预览越多次，就是你用他们的这个 website 哦，越多次的话呢，他们就是会 就是会用你的那一个次数来种多少棵植物咯，就是类似这样，呀，这个 ecosia 啦，所以其实就只是一个 information 罢了啊。哎，所以呢，它也是属于另类的 ecosystem restoration 啊，啊 restoration 咯。OK，所以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这个就是10.2的部分啊。所以10.2呢，真的是很短罢了啦，所以就是这三个 conservation。 preservation， 哎，不是，preservation， conservation 跟 ecosystem restoration，OK，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哦，当然它也是跑不了 formative practice 10.2的啦，OK， 所以这些 formative practice 呢也是一样，就是需要你们就是自己去读一下啦，OK， 毕竟他们各自呢都是会有自己的意思，所以呢，白话文归白话文。 作答的时候呢，你还是需要一些些生词来写的。OK， 毕竟 bio 呢，它真的是很看重一些些 keyword， 哈，所以有些 keyword 呢，你是真的是要去背了，你真的是要去看一下它怎样去作答咯。呀，所以呢，我才强调就是这些 formative practice 其实很重要的，你要去读的啦。OK， 所以这些都是教你们怎样去做的啊，呀。 所以这一些都是可能需要你们自己去读咯。哦，所以当然我看一下我们时间还剩下4分钟左右啦。哦，所以因为这4分钟呢，我也是不想要浪费啦，因为毕竟这一个章节其实就只是讲罢了，就只是一直在讲罢了啦。哦，其实就比较 more to common sense 那一种啦。对啊，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我再来就是进入一点点有关于 那一个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的 practices 啊，对啊，因为我们如果要 sustain 这些 environment 的话呢，我们就是必须要做出一些些行动咯，对啊，所以做这些行动呢，其实就是要 ensure sufficient availabi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to benefit all current and future lives 啊，对啊，因为我们就是要 sustain 我们 environment 啊，来 make sure 我们现在的需求就是足够。 然后呢，未来也是 OK 咯，呀，就是不要让到就是怎样讲，完全到未来的时候完全不见掉那一种啦。所以我们就是要 make sure 这一些 environmental 呀，我们四周围的环境呀，到未来他们还是在健在着啦，就是还是有咯，呀，未来的 generation 还可以看得到咯，明白吗？哦，所以这一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啊。 Okay, step must be taken to prev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tect the capacity of ecosystem, and avoid development that will endanger the health human beings or affect their quality of life.
呀，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目标呀，我可以讲就是他们的目标咯，哦，就是避免污染，然后要 protect 这些 ecosystem， 然后或者是 avoid development that will endanger the health human beings， 发展还是要继续发展的呀，因为毕竟我们人类呢，哦，你的 technology 越高的话，你的需求也是会改变的，发展就是要发展，可是呢，发展的同时就是不要去影响到这些 environment 啊，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这样咯。OK， 当然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会有一些些 practices 来兼顾这个 environment 啊。啊，他如果要 sustain 这些 environment 的话呢，哦 ，sustain 跟 development 其实他们就是要同时一起走。OK， 你发展了，可是你也要在保护你的环境的。所以这两个东西是要一起走的 ，OK？ 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的发展，比方说你有 LRT、KLIA 啊，那个什么 EDS 哦，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发展有的东西，对啊，哦，就是方便我们的交通的那个方面啊。只是呢，交通那边方面的发展呢，同时我们也要兼顾到这一些 environment 啊。所以呢，我们一般上都是会用这一些科技来帮忙我们解决咯。就比方说你可以看到就是 use environment friendly transport such as bicycle or hybrid and electric vehicles 啊。所以这一些 LRT 啊 EDS 啊，他们其实就是用电来发动他们的哦。比起以前的火车就是要用 fuel 的嘛呀，它用了 fuel， 你当然 combustion 了，Occurs 它就是会排放出那些二氧化碳，这些就是会 threaten 你的 environment 嘛，所以为了避免这些我们就用 electric 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发展跟 sustain 他们就是会同时一起走的，啊，OK， 或者是 practice carpooling 嘛，啊，就是说公车咯，啊，就是一辆车，啊，你 share 我也 share 啦，啊，就只是现在是 MCO 你很难去 share 啦，啊OK， 就只是呢，如果你为了要兼顾这些环境的话，其实他们就是啊 recommend 你 advise 你就是用 carpooling 咯 ，OK， 或者是 energy saving 也是一样，OK， 就比方说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些的呀，有些的电器哦，我们国家的 DNB 就是会标志它的哦，给它多少颗星 energy saving 哦，如果你去 mall 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了哦，冰箱也好，哦，洗衣机也好，或者是aircon 也好，它就是会粘一个很大张的 sticker energy saving， 然后放多少粒星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方法来的啦，对吧，也是一个方法咯。所以 main source of electric energy comes from the burning of non-renewable substances， 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尽量把它减少咯，对吧，所以我们就用 electricity 来代替它们啦。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啦，啊，比方说 5R 的 concept，啊，因为一般上的基础我们就是会有 3R， 其实随着 syllabus 的改变呢，我们其实是有 5R， Rethink, Repair, Reuse, Reduce, Recycle， 其实就是要循环就对了，okay？ 然后或者是 Usage of Alternative Renewable Energy 咯，啊，比方说水力啊、电力啊、太阳能啊、风能啊等等啊，就是要代替那些non-renewable 的 energy 啦，比如讲 radioactive跟那些 fossil fuel 咯，哦，当然你要节省水的话，你也可以 collect rainwater 啦，哦，就比方说你浇花啊、洗车啊，你是可以 collect 这些 rainwater 的，哦，所以就可以节省水源咯。OK， 所以呢 ，last but not least 呢，哦，最后这两个也是一个可以 sustain 我们 environment 啊，就比方说 management of domestic and toxic waste， 啊，就比方说工厂或者是实验室。哦，往往呢，你们进行了那一些实验研究过后，你就是会有一大堆这些 toxic waste 啊，或者是 domestic waste 嘛，所以呢，他们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authority 啊，一个 authorities 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些东西。OK， 就比方说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所以呢，他们就是要负责解决这一个东西咯，就是类似好像在 admin 那边啊，哦，他们 manage 这一些东西。所以如果他们 manage 有一套的话，那么呢，他就可以减少可以 threaten 到我们 environment 的因素咯。
哦，因为毕竟这一些 toxic waste 呢，你是不可以随随便便丢在垃圾桶的，他们就是需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的。OK， 所以这一些都是由我们国家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来处理啦。OK 吗？所以呢，最后的一个呢，就是用 biological control 咯，所以它就可以代替掉我们的那一些 pesticide 啦，因为毕竟 pesticide 它有时候也是会污染到我们环境的哦，这些 pesticide 很有可能会危害到其他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是也有可能危害到我们人类哦。despite 我们用 pesticide 是要杀掉这些害虫啦，可是你杀掉这些害虫的同时，你再影响到其他生物的话，其实就不值得了咯。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一个东西，我们是可以用 biological control 啦，对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课本里面就是会给我们这七个不同的 practices 啊，当然它并不是绝对啦，它就只是提供我们一些些例子罢了， OK 吗？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啦， OK， 因为已经是到了哦，过了三分钟哦，所以这里的话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哦，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再来继续啦OK 好，所以今天主要的就是只是讲到一些有关于这些pollution 那个 threatens environmental factors， 然后跟你如何保护这些 environment， 比如讲 conserve 啊 preserve 啊跟 restoration， 然后再加上就是一些些我们人类该做的一些些的 practices 哦，就这样而已。对吗？好，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OK， 所以如果这里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就断开这个 meeting 啊。所以给大家就是五秒，那些没有点名的，就是请再点名多一次。OK， 所以就五、四、三、二、一。呀，所以我们明天再见啊。